你要哭？没有。你心疼我？才没有。没有？没有。我帮你吧。你要哭？没有。你心疼我？才没有。没有？没有。小伤而已，没事的。嗯。萤火虫。刚收到指挥中心的指令，指派我们淮港抗震救灾队前往莲花村救援。由于莲花村在震后发生了二次建筑坍塌，建筑内部的结构已经非常非常脆弱，里面的空间很容易发生位移，如果不小心我们会被困在里面，所以你们展开救援的时候务必要小心。对，是是。各救援单位注意，刚刚在医疗点发现有人偷药，据现场医疗人员所述，疑似吸毒人员，如发现此人请立即上报。27分队收到。怎么这地方还有人吸毒啊？哎，我想起来了，上次听说有户人家的儿子刚从戒毒所出来，应该就是莲花村的。大家小心点，出发。是是是。千万要注意安全。放心吧，你忘了我还有护身符，有他保佑我，我一定会平安的。我等你。收到。